世界就是万花筒，乐趣不断，惊喜连连。吉他能够变出多种声音，令人瞠目结舌的弹奏技巧。DJ 刮唱盘的声音，摩托车的声音，超越金氏世界纪录的小提琴好手，快得让人眼花缭乱。算盘除了算数，透过珠子的波动，它还有其他的功能哦。特派员一阵吊嘎，这一次要到庙里消灾解厄，结果犯鬼，坐钉椅、躺钉床、走七星刀桥，让特派员吊嘎濒临崩溃边缘了。我跟你讲，小心哦，脚不时有点抽筋。惊喜爱豆库，现在开始给你乐趣100%。